每日作文题，英语没问题。他的手比我的大，两者比较，用比较级，big 的比较级，辅元辅结尾，双写尾字母，再加 er。Bigger，his hands are bigger than mine。谁的书包重？你的还是我的？同样，两者比较，用比较级，heavy 的比较级，变 y 为 i 加 er，heavier。Whose bag is heavier，yours or mine？你喜欢什么？注意，助动词 do 是个照妖镜，后面动词现原形 like。What do you like？林涛有什么？林涛相当于 he，第三人称单数。那么助动词 do 的单三就是 does。那么 do does did 是个照妖镜，后面动词现原形，用动词原形 have。What does 林涛 have？杰克在做什么？前有 be。后有动词 ing，后面跟 doing，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句子。What is Jack doing？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点赞加关注哦。